其实就是当下知道的时候，我就是真的脑中一片空白。然后当下我经纪人在打给我的时候，我一确认说，哦，这不是骗人的，这是真的。然后我就脑中第一个想法就是，我自己要立刻打给导演。对，然后就后来我就打给他。结果我的情绪比你打得很快。啊，你说？我先发给你。对对对，然后我看，就是其实我打给他的时候，那个中间的过程我也都忘记了，我只记得我应该是用声泪去笑，就真的很感动，因为就是这部剧导演真的帮忙我非常多，然后加上他以前又是教我演戏的人，所以其实我能够入围有很大的部分是你成就的。我是发自内心这么觉得，你有什么反感一点？我是真的这么觉得。对，我准备一个小礼物给你，因为他们说你买可乐买到吐，所以说我送你可乐吧。对啊。好棒的礼物哦，天哪！我没有看直播，因为我们家猫咪辛巴尿尿在我的沙发垫上面，然后我就是正手忙脚乱的时候，我的先生老于先传简讯说他在厕所哭，然后我以为他工作被欺负了，我想说你这么大一个大男人哭什么哭，然后后来我经纪人就打给我了，大概是这个状态。是老公像是很感动的状态一样，他对他当下听到的时候，哦，因为我们家现在住的地方就是讯号不好，对，所以我今天找不到我，所以就先告诉他这个消息，然后他很感动这样子。对，那当下就是老公还有说什么？因为他那天一整天都在外面工作，然后后来他工作回来的时候，我们两个有坐在一个大长桌上面好好讨论了一下，他送给我八个字。坐在长桌上面，坐不你不是来过，就是一个大木桌，对，坐在椅子上，坐在椅子上。在椅子上面，长桌的那个椅子上面，开了吧，好好继续看。然后他就送我八个字，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。他说希望我可以就是在这段期间之内都保持的这样子平静的心情。非常好。对，有机会跟老公一起怎么看？很像是有询问一下老公的意见，但是老公还在考虑中。当然要去啊，当然要陪你啊。但是老公可能需要健身一下。好，